或第一次就直接跳过，反正这算我们第一次尝试嘛，我们就努力看看，因为两个可以选。哦，这个叫按住圈圈。真有够废！有点吵哦。这样好爽、啊。滑过去就对了。一个都不会 miss， 哎 ，miss 了，两个 miss 了，那个也太刁钻了吧！哎，不简单呢，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太扯了。这真的是一定要很吵，因为什么？它是一开始一下，然后接着才很多下。哇，8900而已，12000也太难了吧！哦，有14000，哦，还有加成。他说明是说攻略说明是随便玩啊，他没有成就，所以其实你一星两星三星都可以。这我觉得就真的还好，我们应该没差吧？你看他讲完进去结束也就只有讲一点点，还是大家也会想看？哎。女孩子啊，应该会有一点不同感觉。我们试试看杜巴利，杜巴利每一个都大，给他无上的 respect。这太累了，感觉他的反应应该很好笑。哼哼，我才不怕哦。不要扯我后腿哦！我跳过。行きますわよ。打算耍废了。哎呀，沙滩和调酒的星星。刚刚好像有了，今天是晚一点开播，只有晚个5分钟啊，因为在弄他的更新。有时候就是跟大家的聊聊时间，有没有？跟你们的聊聊时间。妹妹还狂女没有摩天轮吗？摩天轮应该每个人都有啊，刚刚好像是全部都有。鬼屋就是有点想看女孩子的一些反应啊，男生就没有想要看了，这太久了，这太拖台前了。女孩子就会想要稍微看看，像杜巴利有没有没玩过这种游乐园的就，或瑟雷努啊，瑟雷努，感觉他的反应多少会有点有趣的，其他人。
是劳拉怕鬼吗？大家有印象吗？不是不是，对，劳拉吧。我觉得怕鬼的也可以再看一波，至于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。还是亚历莎，我觉得劳拉还是亚历莎，其中有一个人会害怕，哈哈，才不要嘞，累死。也可以测试啊，看看零分，哎呦哎、欸，很沮丧哎、欸。人又接回来，谢谢朋友一起来玩，超废超没用。我就不用了，其他人也不用看这个了。就瑟雷努啦，我们再最后看看瑟雷努，然后跟刚刚说怕鬼的，大家有印象吗？真的有点忘了、欸。是什么人？米利亚姆怕鬼，是米利亚姆？真假的？完全记歪了。那也没办法，因为没办法选米利亚姆。那我们这边就最后来一个瑟雷努啊，感觉他应该多少会有一点小趣味，虽然杜巴利让我失望了一点，结束太官腔了，进来还有一点，呵呵，既然要做就全力以赴。对，米利亚姆已经是鬼了，打不赢就加入。单发的来挑战看看，不好玩，手很酸。每一下都要按大拇指累。放在桌上玩，康博数很难撑高啊！哎，被点位啊！放桌上那个摇杆比较难移动，但打这个 boss 就比较快了，7800。我记得第一次我们也才8000-9000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还 OK 吧，毕竟有玩过一次啊，就知道点位，就只是手按很累了。9600，哎呀，两 C。揉んであげるわ。我知道了，尿尿时间，拜。我打不开。
哎呀，原来是他强迫我上厕所啊！哎呀，谁知道哦？可惜没有做好支援工作。好好的放松了一下，就这样哎、欸。鬼屋都不玩了，太废了。有人说有没有新的直播时间表？这边下面有吧？对啊，就是主要的是还是礼拜三玩这个、啊。所以说，我们是进入爱心的部分了。这边阿静哦，阿静还没调过酒，好了，勉强还是看他调什么酒，好不好？多少还是有点特色。虽然原本说没有要看，结果都还是看了。咖啡哦。威士忌拿铁，果然咖啡酒。充满特色的调酒啊。咖啡酒感觉会不会那个咖啡更让人燥起来，就是喝咖啡不是会提振精神吗？配上这种酒，感觉就会更燥起来，就像是那种活力的饮料啊，像蛮圈、蛮牛那种啊，有没有提振精神的？他们里面其实都是有咖啡因的。好，那么呢？终究要来到我们这个时刻了。你说烟灰好像还有没有增长？我们要来女主角篇了。烟火我记得都有。亚修杜巴利，尤西斯吗？尤西斯放有啊，尤西斯跟米利阿姆啊，亚修有啊，杜巴利。杜巴利也有啊，对，所以啊，我觉得女孩子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就依照人物笔记的一个顺序，对不对？就按照由上而下，但是跳过亚历莎最后来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样子，所以尤娜先，各个地方有尤娜的，我们就先来。这我觉得漏得一下，怕他可以去的地方有四个，但鬼屋我们就不会走啊。